各位，在你们这么年轻的年纪，你们拔过智齿吗？有人有拔过，有人没拔过，对不对？我拔过，拔过四颗，然后上面两颗很好拔，下面两颗非常难拔，因为它是长横的，所以要打麻醉之后把肉切开，把它锯一半的拿出来。然后那个过程非常的恐怖，但是我接下来这首歌里面都没有写到我刚刚讲的部分，但是我确实因为拔智齿之后而写的这首歌。那这首歌是九月七号我们最近推出的一首歌曲，就叫做《智齿》。那大家可以去上流串流平台听听看，然后看看也可以 feedback 给我们说有没有听了这首歌有什么感觉。那这首歌的制作团队就是在台上的这些我的好朋友。再介绍一次，那今天很特别，今天台上有一个不是、啊、有四个团，没关系的，有四个团。第一个是灵魂沙发的吉他手噗噗，然后今天的鼓手是温室杂草的小康，他就是那个，我觉得他们的年轻乐团都很厉害，都是什么牙医的、中医师的，刚刚来后面帮我把脉。是哦，真的。那你还好吗？温室杂草的贝斯手，对对对。他们等一下演出，你们要嗨一点，好不好？然后那个，我就刚刚已经唱了很久了，对，大家都认识了吧？所有人的序章。每天晚上睡不着，很奇怪，真的是。就是没事了。好，我拔过六颗智齿，但一般人好像是四颗。对对，好像说你会长智齿，是都是比较没有进化，永远都长不。哦，是哦，我被呛到。好了，我练习不会再长。下面这首歌是我们的新歌，叫《智齿》。OK。你不给我一丝喘息的机会。角落最里面，现在最要命的是吧，疼痛越来越难耐，后来最要命的是吧，你慢慢走开。曾经我们的你去抉择，那首没有完美结局的歌，曾经我们拥有无数次惨烈战争，快离开我，你别问失去我们想要的生活。我会继续完成把它树根连断，我会继续完成精心装扮的快乐。曾经我们努力去抉择，那首没有完美结局的歌，曾经我们拥有无数次缠绵，是我们想要的生活。
谢谢。